然后陈真远呢也表示他建立了许家段家与人间 理想的形象崩塌。走过你来时的路，飘向着妹哎人呢呀呀，别害怕哲远，别害怕，我们面对，我们一起面对过往，别害怕，坐下来，请坐。我来到哎呀你别来了行不行，别来了。因为我第一次刷到哲远这个视频，然后呢他在那唱歌，我但是我没认出来是他，然后我仔细看了几遍，我再看了一下旁边的陈哲远。眼熟吗？眼熟，但是没想到那嗓子不太熟。他后来敏感到只要唱我来刀他就难受，他基本就是听到这个他都会很难受，后来我就不敢那个刺激他了。本来想在你面前是吧，就是有一个哥哥的样子，比较沉稳是不是，但是 你这个一来到下一个问题，哥，下一个问题。